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在斗罗大陆最新剧情中，我们感受到的还是槽点不断的。那么今天小编和大家一起来聊聊，在斗罗大陆59集中有哪些槽点呢？唐三换衣服是同款，在剧情中我们看到唐三在和魂斗罗泰坦比试过后，按照剧情的情况应该是汗水，还有就是对战的过程中的一些衣服情况。然而在动漫中我们没有看到汗水的变化，赵无极却让唐三回去换件衣服，换衣服就换了，结果唐三的换衣服就是同款，女神萧敬腾的斗罗大陆被换。对于原来的动漫主题曲是雨神萧敬腾的《斗罗大陆》，原本给的期望很高，突然换成了 YR 组合的《不放弃不抛弃》，对于这两首音乐褒贬不一。但是在微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两个粉丝群各有各的爱好和喜欢追评。聂风致手杖成缺杖，在5分45秒到6分钟之间有这样一个细节，这样让人感觉玄机出现了一个建模失误，算是有点不太走心。对于此时，我们看到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来到了泰坦身边，他的拐杖直接穿透了泰坦的身体，而且还失去了上面的珠子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，大家知道昊天锤上有几个10万年魂环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